帮助我和唐吉诃德。您迷路，话还有点紧张呢，不是？坐旋转木马，一起吃提拉米苏，最后。其实应该买个支架放上这一支，然后你就不用搁这管着了，让你会选择这个，对吧？嗯，没事。喂，妍妍，王丽姐，我有特别重要的事情想跟你说，特别重要。哎呀，但是妍妍今天是周末，我不上班，不上班正好啊，我们可以好好聊聊。你知道吗？自从上次你跟我谈完之后，我觉得我的人生有个新的启发。是吗？那好啊，那这样吧，我请你出去吃饭。我知道有一家牛排馆特别好。这不用客气了吧？你就给我这次机会嘛，我早就说要好好感谢你了，好吗？啊，那行，那你把地址发给我吧，我一会儿过去。好，没问题，一会儿见。离婚律师听了那么多遍，你不烦吗？我听几遍，我没听几遍，好像最起码有三遍了。经典东西值得你去玩味，懂吧，直观。不要动哦，我的心还没有画完呢。不是说你做提拉米苏吗？这一直都是我在干活。你尽量保持一个角度，不要动。但是你这个灯太亮了，完全看不清你打的稿。是吗？嗯。能看到了吧？嗯。OK， 下一句。你腿毛还怪长的嘞。拍画，你拍什么腿毛？你笑什么？三分钟还没到，我已经累了，我流汗了。待会儿找东西，找个支架。你不是要和那个东西在一起吗？你还打给我干嘛？我那时没有想清楚，但是我现在想清楚了。这个手机一口气能录多长时间？不知道。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了。可是我听说你交了新的男朋友，你还在朋友圈里发了你们俩的照片。不是啦。那个是我 uncle， 那个是我 uncle。你不信，我证明给你看。你看，这是我 uncle， 这是我 uncle 的女朋友，他们还手牵着手呢。怎么样，很般配吧？来，打个招呼吧。Hello。Honey 啊，那你就不要多想了，我都介绍我 uncle 给你认识了。我自己听他过了，我回去再打给你。Uncle， 那啊，这个你放心，我都会做的。你放心去吧。坚持住啊！谁女朋友？你又拿我打岔是吧？这个救人于生活之中，受到七级浮屠啊。吃牛排是吧？不，我的牙都被打掉了，什么都吃不下了。这个你踏实去，等你这个凯旋归来，我请你吃提拉米苏。不要拍这个手机啊！嗯，不要拍那个手机，
那开始都拍到了。没事。光你说的嘛，月全不靠谱。画的过程中不要拍到就行。嗯。画的过程中不要拍到就行。离婚也挺好的，尤其是像我这样的。最开始打底稿的时候就拍到了。又有钱，还不用为生活发愁。那你上次不是说怕坐吃山空吗？最近我认识了一个理财经理，他跟我说，只要我给他100万，一年之内他能还给我200万。如果这是真的话，那我以后不得多有钱呀？那你们怎么认识？我们在4S店认识的。我去给我的车做保养，他正好也去。我们俩聊得特别好，就认识了。哦，就这么认识的，你就让他帮你理财了。其实我内心也有一点小小的顾虑。你说，万一我们两个最终没有走在一起，你让人家帮你理财，那多不好呀。还有一个人，条件也特别好，也狂追我，说我是他的女神。只不过他已经有家了。爹，娘没什么事儿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刘丽姐，你别走啊！玉君跟我求婚了。这是好事儿，哭什么呀？总比他让你跟别人结婚强吧。可是。想跟他结婚，那为什么？也不是六军对我不好，也不是不喜欢他，可是昨天他向我求婚的时候，我就是高兴不起来。后来我才明白，原来我心里一直还有寒冬。毕竟我们在一起那么多年了，感情还是很深的。我还是忘不了他，所以我以前我想问问你，焦艳艳很可恶。如果现在，嗯，我说焦艳艳很可恶。之间还有什么可能？立群也不是个好东西。还是再努力努力呗。我觉得，萝卜现在各有所爱。嗯。萝卜现在各有所爱。真的，你支持我。对吧？嗯。等会想个办法解放一下。你不能把我笔记本放在最高，然后录吗？往下录吗？笔记本。嗯。用笔记本录。笔记本怎么录？嗯，上面应该有录制吧。停，暂停吧。